Hello，Hello，Hello，先给大家打个招呼吧。好，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演员肖战。哎，刚才粉丝在那个弹幕上都要疯掉了，都说你是360度无死角的。哦，不敢当，不敢当。你能转一下让我看一下吗？那你可以停在背后，告诉我们背后是怎么帅的吗？背后就是流动的发丝，然后也是有戏的。你自己是怎么保养的？其实我平时生活里面挺糙的，就面膜基本上都是经纪人然后催着我用，然后我才会用。啊，你不会三天不洗脸吗？啊，不会，脸是肯定每天要洗，就爽肤水啊。就是其实不太注重保养，没有太注重。粉丝夸你什么你会比较害羞？我觉得夸我都会比较害羞。夸你长得帅比较害羞？我也会比较害羞，比较容易就比较容易尴尬，就是有一种很羞耻感。那你自己说肉麻的话会尴尬吗？要看对谁说。那你可以对着镜头说吗？以男友视角对镜头说，冬天了，请注意保暖。好，以及说，叫 morning call， 对，打电话给他说，哎，要起床了， okay， 好吧，好，来近一点，我们对对。好，这么近可以吗？对，可以。冬天了，要注意保暖。起床了。太阳晒屁股了，还要爱的小媚眼，羞耻，感觉脸有点红了已经。好的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哎，我没有抽签呀，啊，算了算了，抽签只是个形式。好，谢谢你，谢谢，没有。